大家好，我系小花。话说呢几日咧，大家咧就进行紧呢个动物大迁徙啦，大家咧都纷纷咁样搬咗去呢个 MeWe 嗰度啦。当我哋用开咗 Facebook 咧，其实转去 MeWe 咧系真系有少少复杂嘅。我自己咧就用咗两日咧去慢慢熟习呢个 MeWe 啦。咁somehow咧而家咧都好似答到大部分朋友嘅疑问啦。反而有三个问题系最多人问我嘅，就系点样攞蓝剔。如果我开 page 嗰阵用咗中文名，条 link 又乱晒码，啲人又揾我唔到，咁点算？同埋点样开 page？ 第一步开 page， 若果你是 KOL 啊，或者 YouTuber 啊，或者写客文啊，或者是小商家的话咧，都一定咧会想开一个 page 俾自己噶。开 page 的方法好简单，只要去嗰个圆形下面嗰个揿入去咧，其实就是你 follow 咗嘅嗰啲 page 啦。然后右下角嗰度会有一个加号 new page， 记住暂时而家咧就系开 page 嗰阵咧就系唔好改呢个中文名，如果唔系你会后悔莫及。所以而家就引申去到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若果我开 page 嗰阵用咗中文名，结果条 link 乱晒码，我打我个名我又找唔到我自己，咁点算好咧？呢个咧我发现有好多人咧都有同样嘅疑问，我自己都系。嗱，我开嗰阵咧就入咗谭盼南三个字啦，结果咧。之后就好多人同我讲话，完全揾我唔到，条 link 都好似错错地 ，QR code 又错，就用咗一个朝头早咧去 fix 呢个问题啦。诶，结果俾我 come up 到一个极土炮嘅方法。方法一，你所有嘅 post 下面都加个 hashtag， 譬如我就加咗咧就系 hashtag Hannah Tam。结果咧我就揾咗好多朋友去帮我 test 啦，但有啲人咧都话都系揾我唔到。于是乎就引申咗方法二，方法二呢个咧就真系极为土炮啦，同埋咧要俾多15蚊一个月。首先我哋去翻开 page 嗰度，开多一个新嘅 page， 而呢个 page 咧个 page name 咧就真系你想嗰个网址啦，即系譬如 mewe.com/p/ 跟住之后嗰个名咧就系你而家改嘅嗰个英文名啦。咁所以咧我今次咧都系改翻咗 Hannah Tam 啦。若果冇人用嘅话咧，咁呢个 Hannah Tam 咧就系你嗰个网址嗰个名啦。照翻平时嘅方法咧去开个 page 啦，开完晒之后咧，我就将呢个网址咧夹落去真真正正想用嘅嗰个 page 嗰度。我尝试咗呢个方法之后咧，揾到我嘅机率真系增大咗。希望之后咧佢哋就会 fix 呢个问题啦，但系暂时咧能够做又唔想放弃一早已经 create 咗嘅嗰个 page 啦嘅一个极为土炮嘅方法。第三样，点样可以攞到蓝勾勾咧？相信大家咧，如果 Facebook 啊或者 Instagram 咧，都会见到有好多呢个蓝剔嘅认证嘅人啦。咁攞呢个蓝剔嘅认证咧非常简单，我自己嗰个咧就系我一申请完咧嗰日咧公司就帮我搞咗啦，而且喺一日之内佢就已经俾咗，超好效率。方法非常之简单，若果你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咧已经有嗰个蓝勾勾嘅认证嘅话咧，攞到嘅机率咧亦都系非常之大噶。只要将咧你已经有蓝勾勾嘅嗰个 Facebook 又或者 Instagram 咧 send 去呢一个 email 嗰度，咁当然仲要包括你想申请蓝勾勾嘅嗰个 page 啦。咁总之将三样嘢咧就系 send 俾佢哋，再同佢哋讲话我想申请个认证啊，跟住就等待嗰个蓝勾勾降临就得噶啦。但若果你本身咧系冇蓝勾勾嘅话咧，咁我谂个机率咧就真系比较少啦。因为我睇佢官网咧，佢都系话若果你本身系有蓝勾勾嘅话咧，咁就可以 send 俾我哋申请，但系若果冇嘅话咧，佢就冇提及。不过如果你真系好想要嘅话咧，我谂都可以 send 过去搏搏啩。以上咧就系呢几日最多人问我嘅问题啦，希望咧可以解答到大家。咁当然啦，我自己咧都系好努力咁研究中啦。若果我头先讲嘅有啲乜嘢唔啱咧，欢迎喺下面留言咧去指正我嘅。OK， 人谁无过咧，系咪？嗱，虽则好多人咧就话 MeWe 比较复杂啦，但系其实咧我用咗几日之后，我又觉得佢比 Facebook 更加简单，同埋咁多年以嚟 Facebook 不停 update 又攞我哋啲私隐啊各样嘢，越 update 越衰，我同你讲。希望呢条片咧可以帮到大家啦。若果大家仲有啲乜嘢问题嘅话咧，就欢迎喺下面留言话俾我知。如果我答到嘅话，就一定会答大家。又或者大家如果下面有人啊留言啊，你哋答到嘅话，都帮我一齐答啦。好啦，我哋 MeWe 见，记得 follow 我啊，我嘅 MeWe 啊，呢个系，拜拜。